不要过来！我若叫恁干单，就甲恁爸还你，阿若无就白了伊啊！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你放弃倒来签有钱，即摆就伫切结书顶关签名，若是唔请你用的，你都阿爸啊，你动作够紧，我都接到恁爸爸。 你的创啥？你用脑中才的姓名在威胁慧玲心无？我叫你一个人来，你竟然偷救兵，你如果愈袂见笑。这甲慧玲无关系，是我来陪伊提药啊。第一门外口拄着多尔阿哥王延熙，我才知影慧玲受着你的威胁。天宇，咱袂当莫阁做这种代志啊！家小，你莫管恁多。 我要摕到多少个这副权啊？你给我一段时间，咱三个人都要建立幸福的家庭，这是我希望的。有才调，你送我上西天，看你别安那威胁我的查某囝。我真是无耐心，我甲你爸仔算落去。好，我即马都送你去做辅助官。 小秀，你别冲动，你别冲动，赶紧要开来。我今仔吼，我起来是给你，今日一走再走，我就是这种心情，你怎会当了解？你知影无？我知影，我知影。知影是安怎嘛？听我的苦劝，这就表示你根本无替我想，你无想要好好过日子。 假使你伫遐伤害别人，你才会欢喜。若你伤害我，我甘愿你伤害的人是我。安尼我就毋免目睭金金，看你因为杀你的罪名，互我关一世人。不应，家秀，不应，这是何苦？因为我够有良心。假使我的良心无法度甲你抗拒，这就代表你无够爱我。你若无爱我，我甘愿死。 这是慧玲签好的，放弃监护权的切结书，我拜你啊！我帮你三天的时间，处理你跟慧玲离婚的代志，你也袂给我一个交代。 请秘书顶管，我给你签名，需要你边那处理，你办手续的时候，甲我通知一下。安尼有诚意。啊，拿来擦。 天宇，你莫怪我拍拍你的好代志，我只是想过爱你啊，无希望看你愈聊愈深。多谢阿姨，多谢你，你有答应过，你会保护我甲妈咪。 你真正无骗我，Dora，我们先带阿公回家。你就是讲，你安尼会当要收Dora，你莫做面盲啊。
家秀，你一定要强调的，千万别让赵天宇看出破绽。家秀，你敢答应 Dora 要保护伊跟罗慧玲？无你爱我，要安怎安奈 Dora？ 伊当阵 Dora 有外艰苦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就算我安尼，你嘛袂当讲要保护罗慧玲啊？安尼敢袂受笑过？天宇，敢袂当卖安尼怀疑当怀疑噻？你爱我好好啊，跟 Dora 相处，我嘛了准讲，只要把 Dora 的心交给我，伊就会选择你这个爸爸。我是希望会当替你说服 Dora， 我唔才甲伊讲这种善意的谎言。结果你竟然安尼怀疑我，那呢？那无什么好讲的。好了，家秀，是的啦，我无怀疑你的意思。你有这条手巾啊？我捌看过啊。顶冠阁有 David 的名。哦，这是我三姐和我的啊，应该是我三姐夫的啦。这 David 可能是我三姐夫的英文名，我嘛唔知。哦。对啦，啊，你甲罗慧玲离婚的代志处理好势了后，所以你打算要安怎做？你嘛知即马所有的状况对我来讲真不利，所以我必须要甲我祖产做一个处理。你要安怎处理啊？我已经把我的海外资产转做一张支票。等我摕到支票以后，我必须要出国一转，把支票交我当信任的朋友。以防以后任何状况，我的祖产强留转去。你讲你要让家秀幸福，也毋过你却一直在伤害伊身躯边的人。所以讲，你这个人，人前讲人话啦，啊背后就搁另外一个款啦。不管你讲偌济感动的话，我都无相信啦。到底我哪做，你才愿意信任我？只要你愿意相信我，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把家秀的幸福交给我，爱我做什么，我拢愿意。我爱你向我保证，以后绝对袂用再伤害到志明啊，甲佳云，你敢做会到？我做会到。只要证明你算真，会当取我留情，卖出澳博，我绝对做会到。你是咧讲啥？这张算真自头到尾，证明拢光明正大，当时出过澳博啊？咱的上好啊！我只是甲伊提醒一下，我无其他的意思。请恁接受我的道歉。是的。为了。我答应嫁给你。家秀，你才答应要嫁给我。不管未来有偌济困难，我陪你做好面对。家秀，你敢知你今物在讲什么？妈，天宇对我是真心的，现在你感受袂到。你若是了解天宇，你就会知影，伊是一个自尊心有偌强的人。天宇拄才跪落来时阵，你就袂阁觊觎伊啊。放下自尊心，改真心认错，这是两回事呢。家秀，我知影讲你不管做甚物代志，任何人无法度插手，妈妈嘛无这资格。要过你若是爱我就好，你甲这人品有问题的人，我真正做袂到。
在婚礼上，我嘛无可能去给你祝福。那安尼，我敢哪会当给你回一句实的？妈，这你尊重我的决定。你，妈，妈，小秋。安怎样？你无想要嫁我？当然不是啊。那你看起来这么丢丢，是怎么笑容有无？因为我妈讲啊，咱的婚礼伊袂参加。你放心，总有一天你妈妈会了解，你无嫁唔对人，嫁你嫁得好。对爸母才有交代。对啦，阿弟讲你要把所有的资产拢转做现金，支票你敢摕到啊？我已经处理好啊。咱婚礼遐尔啊赶着。啊，人客可能是你的朋友，到迄个时阵哦，你也足无闲的。我看这张机票，我替你保管。啊，若无，若是放弃啊，那就害啊。你别烦恼啦，这张机票我拢在你我身躯边，绝对袂放无去。你安心做我的新娘，阿丽变这么大。对啦，咱的婚礼。跟明夜饭店、世界饭店，当然好。对啦，我有一项物件要予你看，看你有介意无？啊，因为时间受限。我给他准备较俗的手机，希望你介意。这手机真正足水的，你就有眼光。我对泉州米真了解，我刚才想要看你挂起。这泉州收大粒啊！安尼走路会危险。我伫你身躯边，免惊危险。天宇，你想怎？想怎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爱你。阿秀，你放心，总有一天恁家的人一定会接受咱，这是早晚的代志，我会陪你用心等待。